好的，那我们看第十八节严重创伤。根据大纲要求呢，严重创伤这一节基本概念我们就要熟悉，严重创伤的分类我们也熟悉，也熟悉。对于严重创伤的一个严重程度评估，了解一下就行。它包括我们院前的、院内啊这些评分系统，了解一下就行。对于多发伤的特点中的其他的，比如病理生理特点啊、临床特点啊、早期一些诊断呢，就是一些。 嗯，熟悉或者是了解内容，对于多发复合伤的特点啊，了解一下哈。在对于严重创伤的处理啊，熟悉内容哈。所以在严重创伤这一节中，基本上没有完全掌握的内容哈，但是有很多是熟悉的，就是咱们刚刚说的大纲要求我们的。对于大纲要求我们的，我们熟悉的，我们就要肯定是原则上是按照掌握那种程度去熟悉，而了解的，就是作为一般的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因为那样那个了解内容出题的就。 出题的几率就特别的少了啊，特别少了，因为咱们麻醉是一个应该说这个方方面面全部的一个科室，非常非常全面。所以你看，咱们费了大篇幅来给大家去讲、去讲解，目的就是让他更有更多的精力去嗯、啊、看书、去看讲义、去什么、去更好通过我们的考试啊考试。当然，我每次讲课我也都说，咱们除了应对考试以外，更多的是应用于临床。我希望咱们讲完课、听完课以后，对于我们的临床是有帮助的啊，是有帮助。这个是我。 这个也是我们整个的，就是出题组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教课老授课老师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给大家提供这软件的公司也好，我们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使大家顺利通过考试。当然呢，还要呢应用于临床啊，临床好不多说这个，咱们看这个就是刚刚说的熟悉的内容，肯定按照掌握的程度去熟悉。当然了解内容我们就一带而过了。首先看一下基本概念，什么叫严重创伤啊？严重在哪儿？首先看基本概念哈，各种外源性的。 致伤因素作用在机体，导致你的皮肤也好、黏膜也好、脏器内包、内组、内脏组织这种组织结构的完整性受到破坏了，受到缺损了，并可引起机体产生一系列的功能障碍，就称之为就称之为创伤啊。就是什么叫创伤？就是外源性的因素，肯定不是你自己产生的吧？你光光走走路，你脑袋撞撞树上了，那也叫外源性因素啊，对吧？这种外源因素你。 只作用在你的机体，导致你不管你皮肤也好、黏膜也好，还是内侧内部脏器也好，反正是有问题了。由由于这个问题，你机体又产生一功能障碍了，就叫做创伤。因为你出车祸了，你腿腿撞折了，创伤吗？肯定是创伤啊，对吧？你腿都折了，功能障碍了吗？所以呢，这个就是叫创伤。那当然，我们现在呢，随着我们的医疗技术的进步呢，我们会对它会越来越完善。越完善，那看这个有了很多的基本概念是吧？有第一个有多发伤是什么？ 是由单一致伤因素同时或者相继造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解剖部位或者是多气多脏器的损伤，就称为多发伤。就一个因素，车祸，你出车祸了，咣叽，你被人撞了，撞散了，撞了散了架了，你说是吧？脑袋也伤了，骨头也折了，肋骨也折了，皮也破了，肝也破了，这叫多发伤吧？啊、嗯，这叫多发伤，就一个因素导致同时或者相继出现两个及以上解剖部位出现脏器损伤。 那就叫做多发伤，至少有一处损伤危及生命的多发伤。那我们看多处伤，多处伤，多处伤是指同一个解剖部位或者同一个脏器两处或两处以上创伤，叫做多处伤。多发伤和多处伤不一样啊，多发伤是同一个因素、同一个致伤因素引起的两个及两个以上解剖部位。 或者脏器的损伤叫多发伤，多处伤是一个同一个解剖部位或者脏器，但出现两处伤，对吧？两处以上伤，看这个给你举例子，一个肢体有两处或两处以上的伤，一个脏器有两处两处以上，这胳这胳膊，一个胳膊上臂出现脑骨也骨折了，耻骨也骨折了，这两处伤吧，啊，是两处伤是吧？就是、两处伤，就同一个解剖部位两或者脏器两个及以上的伤叫多处伤。 嗯，多处伤，这个骨头也折了，那个骨头也折了。这个脑骨呢是脑骨呢是呃近端，耻骨呢是远端，那你就折的就就这么厉害，那就这么折的，那你没办法，是吧？所以叫多处伤啊，多处伤还不一样，是吧？那看多系统伤，多系统伤指什么呢？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重要啊重要生命系统同时发生损伤，多系统伤。 两个或两个以上重要生命系统发生了损伤，严重创伤，特别是多发伤，往往就是多系统伤啊，肺损伤合并大血管。刚刚说多系多发伤，刚刚不说了吗？一个致致伤的因素却引起了你两个及两个以上解剖部位或者脏器的损伤，那就这两个脏器有可能都是重要系统。说你可能肺损伤光肋骨骨折光肌血气胸了，你肺损伤了吧？肺挫裂伤，那光肌你还撞脑袋了，脑还损，脑子还损伤了，颅脑损伤，所以这两个都是重要的吧？ 你就可能会出现致命损、致命问题，是吧？叫多系统伤，对吧？那我们看合并伤，合并伤是指两处以上损伤时，除主要较重损伤外，其他较轻的损伤叫合并伤。合并伤就两处以上损伤，然后你知有一个重，有其他都挺比较轻啊。比如说你摔个跟头，摔跟头你把腿摔骨折了。 那骨折，这个是重的吧？其他的皮肤蹭破蹭破皮儿了，我上这块蹭一个皮儿，这有蹭破皮儿，脸也蹭破皮儿了，这个都叫做合并伤。那皮肤的软组织损伤是吧？其实那个骨折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所以你要给给你写也是这个股骨干骨折，然后性的皮肤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对吧？可以这样救那那个其他的就是合并伤，合并伤就比较轻，那主要算那重的啊，现在重的伤，所以叫做你看多发伤、多处伤、多系统伤和合并伤。 但就从创伤那块分开了，再回顾一下哈，因为这是要熟悉的嘛，是吧？什么叫创伤？你要明白啊，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外源性因素作用在机体，导致不管是哪儿，就像我说，你走走路光机脑袋撞树上了，撞树你这块、个，哎呀，这块、个、也挺疼，蹭破了点皮儿，你皮肤也有问题啊，对吧？所以，所以不管是皮肤、黏膜还是脏器有问题了，完整性受受损，机体有相应症状，我这头疼啊，撞到疼啊，是吧？功能障碍了叫做创伤，对吧？那多发伤是。 一个致伤因素引起两个以上的系统、两个以上的这个脏器或者器官，叫做多发伤。多处伤呢，是一个解剖部位或者脏器两处的伤，两处以上的叫多处伤。多系统伤呢，是两个以上重要生命系统的问题，对吧？合并伤呢，是一个重要的。 那其他那些都不重要的，不重要的一个叫做合并伤，对吧？所以这个明白哈。当然还有第五个就复合伤了，合伤了哈。那几个刚能明白哈，就开始复合伤。复合伤是指什么呢？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致伤因素，全的那前面那些都是一种，我就车祸咣叽撞了一下，这没有问题啊，不是没有问题啊，这个是一一种致伤。那个复合伤呢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致伤因素同时或者相继造成人体的创伤。原子弹爆炸产生的物理化学高温放射。 对吧？就是典型的复合伤，比如说这个车你出车祸了，光机你出了车祸了，这个肯定是一个，应该说原则上应该是多发伤，是吧？多发伤或者是一个多系统伤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车着火了，着火了啊，你又被烧伤了，那叫什么？复合伤了，你就复合伤了，对吧？这又是很典型的吧？很典型的，这车祸车祸也可以引起油箱爆炸，引起起火吧？起火也可，你可能在又被高温灼伤了。 啊、嗯，除了这骨头乱乱，这身子乱七八糟撞撞散了以外，你皮肤或其他的以后还会烧坏了，这就是复合伤了，啊、嗯，复合伤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就是要知道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致伤因素引起的机体的问题，就叫做复合伤。一个一种致伤因素引起多处问题了，那可能除了多发伤或者多处伤，对吧？多处伤哈、啊。那混合伤呢，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机械机械致伤因素，比如弹片。 枪弹、刀器所导致损伤是机械致伤，就是混合伤。我给你咣叽砍了你一刀，我咣叽又给了你一枪，对吧？是两种吧？两种以上机械导致损伤吧？是吧？捅了你一刀，不行不解恨，我拿枪咣叽又给你一枪？那这就是两种，是吧？两种机械算致伤就是混合伤，你有刀伤有枪伤，对吧？混合伤。那咱们看下面联合伤，联合什么叫联合伤呢？比如说胸腹联合，啊，胸腹联合，胸腔、腹腔脏器。 都是有问题了啊！就是使胸腔、腹腔器官因为致伤物同时受到损伤而波及到膈肌啊，膈肌破裂，所以胸腹都会相连嘛，所以胸腹都会损伤。比如说开放性的胸腹联合伤和闭合性的胸腹联合伤是分为这种，那就是联合联合胸腹联合伤，你正好损伤到膈肌这块儿的，那膈肌连着上面是胸，下面是腹啊啊，虽然你伤到这块儿。 像这块儿，那可能正正好就是使胸腹都会受到损伤啊，胸外损伤是吧？就胸腹联合伤啊，联合伤这些都是就是比如高空坠落伤，这些都可能会引起联合伤，联合伤是吧？所以每一种伤，不知道能不能听懂哈，都都不一样是吧？就一个致伤因素可能会引起多发伤，可能引起多处伤，这个明白吧？可以引起多处伤，就一个致伤因素对吧？可以引起多系统伤，引起合并伤，就一个致伤因素。那只要是两个致伤因素的。 那肯定是复合伤或者混合伤。复合伤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致伤因素，致伤因素。那不管是哪一种致伤，不管是什么致伤因素，只要是两种以上，那就叫做复合伤。那两种两种以上的机械伤呢？那这突出在这儿，机械伤那就是混合伤。咱们就刚刚举的例子，说光叽捅你一刀子，我觉得不太解恨，我就拿枪光叽给那一枪，给那一枪，是吧？这个叫做复合连混合伤。 对吧？你有枪刀伤，又有枪伤，是吧？这个叫做混合伤。那复合伤呢？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致伤因素，不管是哪种，就只要致伤因素两种，两种是吧？那你就刚刚说的，你车祸了，你出了车祸了，这个车又爆炸了，爆炸了是吧？那你就可以出就,就着火了，那就可以引起你的机械伤。你就你这个撞撞散架了，你还会引起烧伤，引起烧伤是吧？我记得啊、呃，应该是我上那时候上班在 ICU 时候就赶上过一次。 赶上过一个小孩儿，就是那样，就是车爆炸了，带着带着一个一群小带一个小男孩儿，带着几个，带着三个小孩子，小都是小男孩儿去出去玩去，结果喝完酒以后开车，结果就是这个出了车祸了，出了车祸了，然后这车呢就燃起来，烧着了，然后他呢就因为他司机啊，他就从前头那块就爬出去了，爬出去了，然后只尽管出车祸，车了折了一条腿，但是就是没没有烧伤，结果那些人都被烧死了，烧死了，然后就因因果循环嘛，结果第二年的。 第二年那个时候，他自己开车夜夜出车祸，夜出又出车祸了，然后一那个车又烧着了，结果他就被烧死了，他、嗯、就被烧死了啊！所以就是这个，你看出车祸，然后被烧被烧坏，那就是一个复合伤，对吧？那就是复合伤啊！所以就是它有两种以上的这个致伤因素，那叫混合伤。就刚刚说的你，你你又刀砍呢，又斧剁呀，又什么枪杀枪杀呀，那这些都叫做混合伤啊！明白这些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看创伤。 严重创伤的分类，嗯、呃，严重创伤分类，第一个呢，我们看刚刚说这个器械是要熟悉的内容，对吧？熟悉内容哈。分类，咱们看智商的分类。第一，有刺伤；第二，火气伤；第三，挤压伤啊，这样。第五呢？第四呢？玻璃伤。第五呢是钝挫伤，钝挫伤哈。我们看第一个刺伤，拿锐器扎的嘛，啊，锐器扎的，就是、针扎的，是吧？这些不都锐器伤嘛，是吧？所以锐器所导致的组织损伤，它的特点就是伤口比较小，但是特别深。 可以伸到里面肚子里面去，啊，而而且只有很小的皮肤损伤，啊,啊，我记得原来我在实习的时候，九几年实习那个城市就是九几年嘛，可可能还是比较乱，比较混乱哈、啊，比较混乱。有一天呢，就夜里呢，就是已经到了十，应该是十点半多了，因为到一般到十点老师们都睡觉去了，因为我实习嘛，我就在那看着，一般看到十一点半我就回去睡觉去，我就看着吧。结果呢，到十点半就来一个人。 啊，光脑袋大，脖子粗，是吧？夏天嘛，光个大膀子，纹的这个纹那个来了，来了以后，然后就手捂着肚子，也没有，也都没有流，你都没有血，就来了。然后他捂肚子，他说大夫，你看给我看一下这个这块，给我缝一下。我说怎么了？他你看这块，就就这么点口子，就这么点口子。他说我说我说这就这么点口子，我说这个伤口子怎么来的呀？他说被人捅的。我当时我的脑子都嗡一下，我被被什么捅？的？被刀捅的？有多深？多大的刀子？他说这么深的刀子，这么深的刀子，就这么就这么薄。 就这么就这么宽，光叽捅进去了。我说都捅进去了，他说都捅进去了，然后拿拔出来了，拔出来了。然后你看我这有口子，这么点儿。他说我现在也没觉得肚子疼，你给我缝上就行了。我说我可不敢给你缝，我这要给你缝上，你肚子里面肠子可能都烂了，烂了。我可不行，赶紧的，赶紧的，你这个得需要赶紧做大手术，还得是吧？大手术跟他说半天，然后把老师来，老师也这么说，赶紧给做手术。结果那肠子就从头开始捋这个肠子，都是一个小窟窿，一个小窟窿，一个小窟窿。 给缝了好长时间，这个手术才可以弄完。所以刺伤的特点就是比较比较小，就口子特别小，伤口特别小，但是深，但深，所以可以到体腔里面。所以那个刀子跟你说就扎歪了一点，扎深一点，正好扎到腹主动脉上，它就死掉了。啊，死掉了是吧？所以就是说，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这种锐伤，这种刺这种刺伤也有可能会引起死人。啊，必须要用治啊。第二是火气伤，枪炮是吧？枪炮、火箭这些有火药的。 那有火药做动力的这武器，那致的伤那就叫做火器伤，包括弹丸伤和弹片伤，因为它会爆炸，就是它还有这种火药的一个东西，就是一打你，光机打你到身上就炮炮弹到里面会散开，会散开，同时它有就冲击力非常大，对吧？冲击力非常大，但是它会有灼伤的一个情况，是吧？第三呢，挤压伤，就对肌肉丰富的肢体受到重物长时间挤压的，那一般是一到六小时，造成以肌肉。 为主的软组织损伤，造成以肌肉为主的软组织损伤就是挤压伤。只有严重的挤压伤，那伤员还可以引起挤压综合征。挤压伤、挤压综合征是致伤因素严重不同的表现，就是、挤压开始可能就是挤压伤，时间长了就变成挤压综合征了。那患者就可能会引起肝肾功能衰竭、死亡的。 啊，死亡的，所以这一点就要重视，要重视。我们在应该原则上就是应该是在，比如说像地震呐、啊、这种天灾人祸的地方，就比如楼塌了这种，你去抢救人的时候，那种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因为他可能就空间特别小，或者是他的腿一下子被这个硬板卡住了，他自己出不来。那出不来就是因为这个腿被压住了，所以这种情况很容易引起挤压伤或者挤压综合症。啊，挤压综合症，尤其是你压了好几天了。 压了好几天的时候，你给它给它抬出来、挖出来的时候，这时候挤压伤的都特别多，啊，特别多，说因为它时间特长时间在这受到挤压嘛，它也不能动，不能动，是吧？这样都是压在腿上或者压在其他地方，是吧？引起的，所以叫挤压伤。第四呢，玻璃片伤，飞溅的玻璃片击中人体造成的损伤，特点什么呀？范围非常广，暴露部位多，而且伤口小，但是特别多。 一般伤情比较轻，你这光机碎一个碎玻璃，光机溅开了，扎到你这个脸上了，这个这个地方了，是吧？这个地方暴露部位嘛，暴露部位就是因为你这个，這個、你暴露才能这种伤。你只要至少你穿着衣服，它的扎个玻璃，它不可能扎得太深，扎里面去很少，是吧？就是暴露部位比较多，但伤口又小还还多。你这个脸上啊，你这个你这个这个手上啊，你这个反正暴露部位都有可能会损受到损伤，是吧？伤情虽然轻，但是。 伤口非常多，还但是比较浅啊，范围比较广啊，这是它玻璃碎片伤的一个特点啊。特点，尤其咱们在那电，咱们在网上或者在视频也看到哈，那小孩玩儿，咣叽撞在玻璃门上，玻璃门碎了，玻璃门碎了，玻璃门不就玻璃的吗？是吧？碎了，它有可能会引起它的一个损伤，就是玻璃片伤。第五呢，钝挫伤，钝挫伤是钝力、钝性暴力引起的软组织损伤，钝器作用于体表。 面积比较大，其力度不足以造成皮肤撕裂，但是皮下组织有问题，肌肉、小血管甚至脏器都损伤，深部组,组织会出现血肿，嗯，这都有可能。比如棍子打你，棍子打你的时候，你这给你一棍子的时候，你可能什么？你可能连你可能皮肤都没有破，你说啊，你皮肤可能都没有破，但是皮下组织可以，会甚至小血管会引起什么？会引起破裂。 婚姻破裂，我记得我们应该说是,是应该是在我们隔壁单元，就是很早以前哈、啊，就是这个父母啊，就是孩子那时候吧不争气，学习不太好，父母会打骂啊，就是那小我们小时候都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对吧？这孩这父母也是拿一个擀面杖打这孩子，打，因为咱们只有别别的地方也不敢打，是吧？别的地方就打屁股，打屁股可能打可能打完打了几下吧，咱们不知道具体打多长时间，反正打了几下，那第二天这孩子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那死掉了，经经过法医鉴定，就是因为皮下广泛的出血，广泛出血引起的一个一件一个就是急性肾衰死亡。那死啊，那就是钝挫伤，对吧？钝挫伤，你说用用擀面杖打你几下，谁没挨过打啊？小时候，对吧？那你打几下就这么寸劲儿，那就可能导导致底下皮皮下的小血管破裂，可能打的面积比较大哈，比较大，引起广泛的一个皮肤的一个就小血管的破裂而死而出血。所以这些肌肉啊、小血管都有可能会碎裂，但是你可能。 外表呢，可能就没有伤口，没有伤口是吧？这个因为它不足以造成皮肤撕开，撕开，但是却皮下有问题了，叫钝挫伤啊。钝挫伤它的特点啊，特点是吧？就是每一个你看这刺伤、火气伤、挤压伤、玻璃片碎伤、玻璃片伤，玻璃片伤还有那个钝挫伤，它每一个特点都不一样啊。我们大体要知道这个特点，大体上要知道它这个特点啊，因为这是一个熟悉内容，对吧？熟悉内容。好，我们看下面就按伤口、按创伤有没有伤口分类，分为闭合伤。 开放伤啊，开放伤是吧？开放伤、闭合伤，皮肤完整，没有任何伤口，没有伤口。要知道，皮肤没有任何伤口，不代表这个病人病情就轻，对吧？因为伤情跟伤口没有关系，对、啊，没有关系哈。难点在于什么？有没有实质或者空腔脏器的损伤啊？损伤，我举我举的那个老太太，说就是就是最后打官司那个脊髓损伤，那她。 就是他说他自己，他跟我说的，亲口说的，因为早起第二天在 ICU 嘛，第二天在我们 ICU 是要病人清楚，完全清楚，病情稳定，再转到普通病房。嗯，他晚上半夜来的，半夜来的时候，早晨起来问他，那那那时候还没有任何的官司要打，是吧？因为谁也不知道他愈后他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都跟老太太说，我说老太太，你半夜干嘛去？两点钟，两点钟你光攻你都你脾破裂呀，脾破裂。他说我什么也没干，我就喝了点水，两手感觉不舒服，我就咣咣咣凿了几下，然后就这样了。 这老太自己说的，那你看是不是,是不是个闭合伤，外头什么伤口也没有吧？脾破裂了，脾破裂了啊！当然，他说的话可信度咱们也不知道，但的确他没有任何的外伤，那他病情轻吗？不轻啊！脾破裂的可以引起死亡的，所以所以没有伤口不带有病情轻，对吧？没有轻，主要你看见有没有实质脏器、空腔脏器的损伤？第二呢，开放伤，那开放伤皮肤肯定是有破坏了，对吧？皮肤完整性遭到破坏了啊，甚至可以引起深部的器官的损伤。 有出血，那出血就有可能会有细菌侵入，那感染就会多，对吧？包括非穿透伤和穿透伤。非穿透伤，那就是投掷物穿入体壁而没有穿透体腔，啊，没投掷物就是你，就是说你扔了一样东西，或者是你一个，比如说你标不,不要标枪了，太太重了哈，就是这种就是那个就是投掷的那种东西，然后那种东西就飞镖，飞镖你要往那靶上打，咣叽扎了一下。 就把你扎上了，扎上了，你看皮肤破了吧？皮肤破了哈，这种东西，但穿到体壁，穿就到体壁了，但是你没有穿透，没有穿透就是非穿透。那穿透伤不用说了，直接穿过去了，穿过去了是吧？直接包括穿。我们赶上过一个人是吧？呃，应该高空应该不要坠落伤了，高空一个作业的一个工人，工人他呢不小心不小心呢掉下去了。 因为掉下去，因为咱们只底下呢，就高空的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像一些建筑工人，他会底下都是有都是有那些铁棍儿吃撑着的，所以他一下子这个铁棍儿就从他的肛门直接穿透了，穿透穿透从这穿穿过腹腔，只要从这锁骨这穿过出来,来了，穿出那叫穿透伤，穿了整个穿透整个体腔，体腔穿透了，那多可怕啊、嗯，多可怕是吧？这时候但所幸的话，很很侥幸的是他避开了所有的血管。 就穿你看从肛门直接这么穿穿穿，它也，它也避开了所有的血管，啊，所有血管啊没，所以它没有大重大血管的损伤，啊损伤，所以就尽管挺重吧，但没有大血管损伤，所以它没有造成致命大出血、嗯，啊大出血这个就是很奇葩是吧？很奇葩，就穿透的很很会穿透是吧？所以就是穿透伤，非穿透伤就是没有透没有穿穿透了、嗯，啊穿透伤呢就整个就穿过去了、嗯，啊穿过去了哈，这个理理解一下就可以哈，啊那我看其他分类，按照受伤部位分类，那就多了。 是吧？你头部的、面部的、颈部的、胸部的、腹部的，是吧？这个都更不用管它了，知道就行。按、啊、病情轻重有，有重伤、有轻伤。什么叫重伤？有休克的、有休克的、有内脏伤的、有生命危险的叫重伤。中等伤呢？四肢长骨骨折的、广泛软组织损伤的都称为中等伤。轻伤呢？轻微的撕裂伤、轻微的扭伤，不影响生命的，你说崴了个脚了，挺疼的，挺疼的,挺疼的也是轻伤。 对啊，你都不需要住院吧？不需要住院。你把这脚，你说我出车祸，骨骨头折了，那这个属于中等伤了，嗯，骨折了吧？中中等伤了，重伤了。你骨你骨盆骨折了，但是呢，你却出血很多，引起休克了，那就是重伤。啊，重伤所以重伤是你有没有休克，有没有有没有内脏伤？内脏伤算重伤。中等伤是长骨骨折的，伴有广组广泛组织损伤。轻伤呢，就是一般的擦伤啊，一般的这撕撕挫伤啊，没有任何的生命危险的，也不需要住院的。 都需要轻伤啊、嗯，轻伤，还有病情轻重以及抢救先后来分的啊，这个知道一下就可以啊。主要是你只要啊，前面那个就是这些，就是火气伤、刺伤和挤压伤、玻璃片伤和钝挫伤，这个知道一下啊。好，我们看创伤严重程度的评估，创伤严重程度评估是评分系统是吧？用评估评分来系统来评估算的估算的哈。啊 根据它用途分为院前评分系统、院内评分系统和综合评分系统，这是我们了解内容啊。了解评分系统都是了解内容，就分为院前评分、院内评分和综合评分。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创伤指数。创伤指数是以解剖部位和创伤、创伤伤员生理变化为主的，再加上创伤类型、创伤类型估计预算的分值相加啊。根据解剖部位。 创伤伤员的生理变化情况，再加上你创伤的类型，来共同来计算出来的一个分值。九分以下门诊治疗啊，轻伤啊，轻伤是吧？十到十六分中度伤，十七分重伤，那那肯定住院，住院了是吧？就创伤指数，创伤指这个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就是你根据你的解剖伤员生理情况，再加上你的创伤这种种类，你分的分的啊，十七分以上你都是重伤，九分以下就是轻伤，你在门诊治疗。 啊，中间的就属于中度上。那克雷姆斯评分，克雷姆评分是根据你的循环、呼吸、运动、语言这四项，呼吸、运动、语言、循环这四项生理变化分的啊，分的再加上什么解剖部位来评分的。那这个简单是吧？因为呼吸、循环、运动、语言这个是它的一个表征，能够看得到，对，能看得到是吧？所以呢，你就根据它解剖部位，再加解剖部位共同来分的。所以你看。 C R A M S 是它的共下这几个的一个就是大写，就是英文大写的一个开头是吧？那 circulation 不是循环吗？C 打头，respiration 是一个呼吸是吧？它是 R 打头啊，R 打头是吧？a b a n n 腹部，嗯，腹部是吧？motor 是运动，嗯，运动它这样的话就 speech 是语言，所以你都通过这四种你都可以开始分了。当然了，这四种里面没有腹腹部是吧？ 腹部那有一个腹部，a b a n d、啊、o n 然给你加上啊，加上吧、啊，这个解剖部位，那、啊、共同来分这几项。这样，每一项，你看每一项正常是两分，异常轻度异常一分，中度异常异常就是重度异常就是零分。那再加起来，总分大于九分就是轻伤啊，小于七分就是极重伤，七到八分就是重伤啊，重伤大于九分就是轻伤。所以你用这个呼吸、循环、运动、语言。 啊，包括腹部伤是吧？胸部伤，啊，这些都包括哈、啊，加在一起共同构成克 i m s 的一个评分。那克 i m s 的评分，那个、评分系统大体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啊，知道一下可以。那多少分算重伤？多少分算轻伤？啊，这个知这个知道一下就可以啊。包括你的创伤指数也是多少分算轻伤？多少分中伤？多少多少分算重伤？也知道一下就可以啊，知道一下可以哈、啊。这评分系统就是咱们今天都是了解内容嘛，咱们就说的比较快一点。好，我们看第二个，就是院内评分系统。 哦，院内哈，这有有院前，有院内，有综合，对吧？院内评分系统，第一个呢是简明创伤分级，简明创伤分级啊。那简明创伤分级呢，它本身呢是以解剖评分法为基础的啊，解剖评分法为基础，按照人体分区进行诊断编码的，所以按照病损程度进行分级，就是简明创伤分级。它本身是按照解剖解剖评分法。 为基础，进按照人体分区进行编码，进行程度，按照程度进行分级。啊，分级是叫简明创伤分级。第二呢，创伤严重程度，按照 ISS 严创伤严重程度评分，创伤严重程度评分将人体呢分为六区，有头部、颈部、胸部、腹部、四肢，还有体表。啊，体表损伤程度分为五级。 人体分六区，损伤程度分为五五个等级，计算出总分越高，损伤也就越重啊，愈后也就越差啊。总分大于十分，立即住院治疗。这是损伤程度评分，分为六区五级啊，五级。那综合评分刚然是院内评分，用的是简明创伤分级和创伤严重评分啊，评分。那综合评分呢，就是用的是很多了啊，趋势法方法哈、啊，用趋势、er、方法比较简单。 嗯，比较简单，用 asker 啊 call 的方法，那比较复杂，比较复杂哈、啊，就是了解一下就可以，啊了解一下就可以哈、啊，那也不要求你非得记住，知道知道大体知道就可以了，啊知道就可以了哈、啊，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创伤的一个评分系统，啊是我们大纲刚刚要求我们了解内容，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就是来了一个患者以后，你知道轻中重是吧？轻中重那怎么评分，咱们也要大体知道一下。